嗨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精彩视频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两盘精彩的身份局，希望您能够喜欢，也希望您能够多多三连支持我们一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盘是这个主攻是这个布置，那么我们用这个张松，其实这个是可以配合的，因为布置摸牌阶段就可以给我们一张牌，然后我们发动技能给布置，布置再给我们一下。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夏侯惇的话给过去，哎呦，这个是反贼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就完，借夏侯惇给那个借黄盖，这是啥意思啊？你确定他一定是反贼吗？这段要给错了就好玩了，因为借黄盖这个武将当忠臣是绝对可以的。好，哦，这个也是反贼。其实这个地方如果他要是忠臣，那就真的完美了。就这一盘来说，这个配合并不是我们。哎呦，这个也是反贼，我感觉人家出了三个反贼了。然后看一下这个韩浩使唤，他这个兵我们，哎呀，这又是反贼，那四反已跳啊，四反已跳，那这后面应该这个，哎呦，夏侯惇这个麻烦了，夏侯惇给错人了，杀闪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孙尚香好给过去。那么孙尚香这个地方没有那个消击还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不然的话他发动技能好无懈可击。我们看一下啊，那么过下白，哎，可以，因为夏侯惇牌手上就有两张牌了嘛，所以说基本来说那个获得那个就是有其他牌的概率不是很高，我们还救一下。然后这个让我们对的啊，刚才如果因为你吃桃子的话，孙尚香要过牌的嘛，所以说你先那个把那个他把那个九杀杀过去，打不死你，你再那个吃桃子啊。好，看一下黄盖，黄盖给过去，因为这让我们这已经跳了四个板，我们直接给黄盖了啊，给牌，这没有什么九啊杀。哎呦，这怪其实不能怪主视角的，因为这身份已经属了啊，我们是属人，这因为这四个跳都是非常反的，但是你这个刚才其实也可以不用给黄盖，因为黄盖牌比较多了嘛，但是只要保住布置的命就可以了。哟，哦，这个配合还是非常猛的。其实如果要是夏侯惇是忠臣，其实也挺好。其实这一帮很多武将跟布置都可以配合，但我看泽也可以配合了，看泽也可以配合。所以说这一盘来说的话，如果布置是反贼啊，那这个他的队友更多，所以更能打出这种特别恶心的组合的。但是现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也可以配合呀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看泽的话发动，哎，这个没事的啊，跟那个布置配合一下，对，然后给过去，然后拿过去，对，再给一下，你看再给过来，你看这个配合其实非常好的，就说看泽也可以配合。当然这一盘因为我们是主中方嘛，所以说也不可能存在人多了，如果是反贼这种配合加一个夏侯惇或者加一个孙尚香，那可能更恶心了。哎，打死了吗？这些反贼也是真是这么穷吗？这而且这是五个人呢，他们五个人里面有一个内奸跳反了，那内奸跳反了的话，你干嘛那个没桃子吗？我的桃子都给我们摸了。好，当然这一盘的话精彩还没有到啊，这一盘来说我们这个将面可能反贼有先见之明，他们知道我们这太强了。好，桃，哇，果然桃子在我们这里的，反贼摸不到桃子，虽然反贼人多势众。好，那么过位漂亮，这个给过去啊，给过去，对，然后这个，哎，这下可以，因为这会可以扒那个黄盖，不然的话如果黄盖你要是收装备，你就要那个了，你就要那个啥，你就要那个，你那个你要掉血了。但这个时候连弩其实不用给他的感觉，因为这连弩万一这个被拆了就麻烦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段的话过牌，哎，漂亮，过出来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拿的人基本上都是那个牌，哎，比较少的嘛。好，这下就可以了，然后一杀连着一杀了。好，那么这个顺手牵羊直接拿来了，杀，对，直接杀了啊，这一盘是标准一身的三 v 五的。好，然后杀一杀连着一杀啊，这个不是张月赢了，这盘他这个是基本牌的，他以前有那个基本用那个装备用那个锦囊牌，大家的张月赢的嘛，现在他可以那个，你看用这个基本牌也可以来的。好，好，然后继续啊，来继续，然后杀，那么一个九啊，这一下漂亮啊，这一下真漂亮。好，这一下的话一口九，好，直接搞定。
然后这个直接杀了啊，好杀，那么杀他，对，先杀那个韩浩史的话，因为你杀去夏侯惇，他要探个黑，把你连组发了，所以说先把这进攻牌，你看这都是很科学的。然后我们最后用那个火攻来招呼这个接夏侯惇的啊，接夏侯惇，对，待会你再扒就扒了，你说这个什么牌都准备好了的。当然这一盘是标准意义上的三威五的，这一盘绝对非常威武霸气。好，我们看下第二盘啊，大卫的顶梁柱，那大家来猜一下大卫的顶梁柱会是谁呢？是曹丕还是郭嘉还是什么？哦，这里面的话，忠臣和王姬，这也对的啊，因为在那个三国的时代的后期，那王姬绝对是曹魏那边最重要的一个顶梁柱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有怎样精彩的发挥的啊。那么李儒这个庄就开大，这个时候开大，其实我感觉还是偏向于偏中一些的，看看怎么打啊。然后哇塞，这个地方有点坑，这个地方那个他肯定是反贼，因为这丢这么多牌的嘛，他就是为了坑这个，然后打一下，看来李儒也是中的。好，大家看这一盘，我们就可以跟夏侯惇这样的一个配合了。好漂亮，你看夏侯惇把这个连弩给我们了，但是夏侯惇把这个连弩挂出来，可能就有这样的想法。好，这下漂亮了啊！王姬这样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，好，他不给我们牌，那就直接杀了。凡可疑者，格杀勿论啊！而且这个嵇康也是按次买血的，只能搞我们一下啊！好。那么而且现在我们也造成这个伤害，好，继续了啊，无中生有，那么破牌，然后火攻，好，看一下啊，那么烧，哎，这个地方其实，哎呦，其实打的我觉得有点小小的问题，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本来就要输出嘛，那你用桃嘛，现在你要留桃干啥嘞？那个杀你可以打出去的啊，好，多少遗恨啊，随便给了，这个无所谓了，好。好，这边的话，哎，是个过差，我们就拿来吧。好，这个救了也是白救的啊。好，丢。就刚才那一下，你看这个桃子，我觉得其实就基本上都可以不用留的，因为你这个反正都打这么一波了嘛。好，敌寇。那么决斗，哎，刚刚我们看了群优的牌的嘛，这一次和这个夏侯惇配合就是非常好的，当然我们自己这个超强的这个过牌能力也是非常棒。那么过一下，那么直接杀了啊，这一下就可以那个边杀呢，这也算是边杀那个边杀边制衡啊，边杀边制衡。好，那么杀，这一下还是非常漂亮啊，真杀来了，好杀。那么杀过牌，那么杀，好，这一下可以啊，直接把这个荀攸干掉。好，其实这个地方主视角最后时刻，当然他谨慎一点，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突了，这邓艾就不像啥好人。当然这个因为你是忠臣嘛，他就算他是忠臣的话，李儒一个内奸大已经开过，你怕啥嘞？我觉得如果这个还不如一波直接清斩，如果一波清斩就是直接一波五连斩了。好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波打也非常漂亮的啊，这直接一动基本上说谈笑之间，强弩灰飞烟灭。声东击西，敌寇一网成擒。好，那么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